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思雨。今天呢，我来教大家如何100块钱吃遍北京的特色小吃。我今天带大家来的是牛街清真礼拜四，就是牛街清真小吃一条街。这是我奶奶最爱吃的粉糕。我的最爱驴打滚。我奶奶买了粉糕，打算今天给我送过去。今天是一定要去这个长虹路的，在长虹路比较干净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材料。现在我们离开牛街了，即将出发去中午吃饭的地方。今天我带大家介绍了北京的特色小吃，然后在我看来，北京比较提到北京就会想到这些小吃，还会想到炒肝包子，炒肝配包子。所以呢，我今天中午想大家带大家吃吃酸口，吃卤煮。然后据我所知，前门有一家非常正宗的店，所以想带大家一起去看看。OK， 我们已经到达前门了。灌肠，灌肠，我就可以去做一个吃播，一定要听这个咯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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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声音。还要蘸着蒜，香，好吃。看我们的战斗力，我跟姐姐两个人吃完了蒜，拜拜。